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水晶，今天是除夕夜。哔哔。好的，大家很期待的过年又到了，那每逢过年也就是我发片的日子了。今天来带大家看我的回家路线。近期开通的环状线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方便了，所以来带你们看一下我怎么走这个环状线。环状线设计基本上就是你要先绕来绕去，然后走一堆楼梯，然后搭一堆手扶梯，接着你就会看到一个特别的 B 卡的地方。那进去之后呢，就是环状线长这个样子，觉得蛮像日本的。好，然后你自己慢慢看，其实风景是蛮好的，我还画了一朵云。接着呢，换个镜头，这是它的月台。那因为今天是除夕夜，所以人超级无敌有够少。你可以看到，对，没有人，只有我自己待在这里。基本上从板桥到我的家，因为有环状线的关系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秀一下的我就回到家了。Boss man， 叫出你的 darling， 数次酒精杆，求助你的。